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运动，华教这个小洲啊，华文中心被腰砍，腰斩以后就变成独立中学。怎样让这个独立中学的教育有价值呢？就推出了一个统一考试，偏课本，制度化，专业化。所以这时候政府就开始担心你会壮大哦。那 K 九哈利啊，这个人就想去介绍。当年他就讲，没有这个政府文凭，就不准出国的事情，雷厉风行啊。你要知道，1967年新加坡独立了，去新加坡都不可以啊。这一个出现呢，要让独中限制压制你发展。当时通报的这个编辑黄瑶元，每天看来看去都是这个旧课题，有点开玩笑的性质了。为什么要去求他？自己不可以创立一个华文大学吗？就是这样的一言惊醒梦中人呢，大家都觉得是时机来自己创办这个华文大学，一下子就轰动了整个华人社会。开始当然很简单，是华文大学了，对吗？可是华文大学很敏感，对吗？华文中学都要给你死了，你还要华文？好了，我们叫 Merdeka University。所以当时想那个 Merdeka 的名字啊，其实就是要回应国家的。用独立大学，你可以反对独立吗 ？Merdeka， 你不是 Merdeka 人吗？当这个教总接到这个高师之总这样的一个请求的时候，马上就通过，就是联合董总筹办这个华文大学的事件，所以以后就演变成董教总一个机构。结果就很多地方都马上响应，就所谓现金运动了。就是为这个华文大学筹款。带动了人民的，我们华裔的同胞们的那个对母语教育的关心，所以一点一滴，不管你有富有或者是贫困，大家都出一毛钱两毛钱都是这样捐出来，捐出来，相当多。应该说最风波，整个社会运动发起来支持这个独大的时候，是在1968年，整年的运动啊，各地都有这些义卖啦、理发厅啊、义剪啊，这各种各样的，还有捐钱的各种。还有一个比较大型的，就是雪兰莪的华校校友会，那就是南大校友会、尊孔校友会，还有巴山的杏花校友会几个主导，在1968年12月的时候呢，也办了一个文艺晚会。为独大筹款，开始不批准呢，不批准，我们就模仿南大走过的路了，注册一个公司，叫做独立大学非营利有限公司。有限公司呢，就属于公司注册官那边去管，一切的这种条例都是根据公司法，是为了比较好的延续下去了这个运动。就在大选要来的时候，政府乖乖批准这个公司的注册，5月8号哈批准，可是那批准太慢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大选要来竞选活动啊，独大课题已经变成是一个竞选的课题了，最后怎么办？513就发生了咯。几十年来，独大跟这个513碰在一起，独大就不可能去谈了。可是政府也很聪明了。就在赶快批准马华公会办一所学院，拉曼学院。当然这个是不对的了，我们要的是一个争取民族语言的这个权利，作为大学大专学校的教学媒介与这个权利，他却用办一间这个英文大学学院来取代。当然这个是对于这个华教来讲，这是一种出卖行动。所以那时候的画面呢，独大运动就被压制下来，所以那时候很多法令啊，大专法令啊、警察法令啊、印刷法令啊，不利于民主的法令纷纷出炉。
当解除了这个国家安全协会，恢复国会议会民主的时候，林广生这一批人就重新提出要办，可是为了阻止杜大有限公司办大学修改宪法，其中一条，任何人要办大学必定得到严守的肯守，所以杜大有限公司发动签名运动了，4000多个华团了，一张一张签了，结果被否决。林广生的信念，维护华教，发展母语教育，伸张人权，争取平等地位。抗争李林广生的一个态度就是说，他是非常直接的面对，就是说一个不合理的东西或者一个偏激啊，或者是说你是有受保护的，事实上是没有，我就是要争取这个权利。当时的教育部长应该是穆沙伊达吧，他讲他们不同意有一个华文大学，有三个理由，一个这个是以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，第二呢，那这个对国家各族的团结是不利的，他们基于这样的理由说就拒绝了杜大的申请。那后来杜大的同仁们呢，就决定说这个事情必须要带到法院去，由法庭来做一个判决。那我们这个国家有一部宪法了，那这宪法是国家的最高的一个权力机构，那任何的法律跟这个宪法违背的话，那是不合法的了。宪法152条，应该是二吧，规定说，除了官方语文以外，官方用途以外，其他人呢可以自由学习、教授啊，其他的语文是这样。他也发动一人一言筹募法律基金哦，来跟这个政府打官司。我们的律师团到英国去请啊，女王律师，那个是 Michael Beloff。那官司一直打到1982年，到我们的联邦上诉庭也败诉了，4-5年了，这个杜大运动呢才正式结束。但是我们在抗争中不是完全是失败了，我们在失败之中哦，换来了杜中啊比较好的发展起来，因为当时本来我们的复兴运动就是在那个时候再起来的。所以你要办大学他不给你，那么中学就会松一点，或者是一些大学就设多一点这个中文系的这类东西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就会间接的这个起了这个对杜中发展的一个作用。当年加引的这批人产业受了惠，他说马来西亚的华人要在马来亚办华教，让他永续经营，一定要有产业，一定要有收入，买地，要筹款买地的哦。我立下一个条件，产业受惠会只能够作为华教用途，不能够其他用途。看到这个申办杜大，这个动作很实际了。尤其是发展华人族群的民族教育来讲，我们认为是很需要的。经过了多次的谈判之后，互相了解了之后，这个是合时合宜的，是需要的，所以我们就开会决定献给杜大。他们拿到这个地之后，杜大有限公司就和董总教主组成一个叫做教育中心董事会，马上筹款建起来。虽然说杜大的运动结束了，但是当时所发动起来、带动起来这股杜大精神呢，还是延续下去的。甚至后来到1990年代嘛，那当董总教总和杜大三机构成立了这个董教总教育中心，
就在嘉义，我们叫做那华侨岗那一片地呢，成立了这个新系研学院，也算是都大的一个延续。啊，都大办不成了，但是我们催生了一个新系研学院。这个都大呢，其实打官司呢，我不是太过注重于这个成败的问题，而是说在限制项争取权利的时候的为其中一个过程，所以都大这场官司是个历史过程。到那时候，我们需要建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做；我们需要中学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做。借用历史，历史有个功用就是，以历史为鉴了。独大运动，假如从他们最后申请独立大学失败来以成败论英雄，那是错的，因为他保温了华人社会的那种热爱华教的心，而且证明了这个大家对于这个华教的支持，给华教运动这整个过程啊，它是一层一层的增加对于这个运动的自信。